你好，老师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氏，叫姬傲，姬文傲傲傲，听过呢？傲叫，懂啊？阮氏会，日懂啊？软。阮氏是，是。听不懂，阮氏，阮氏会会，会，我叫阮氏会，我叫阮氏看过后有就是，我叫我叫阮阮氏会是不是？是好，听不懂，是是，是，我叫阮氏我会叫阮氏会，，OK，好，来。你叫，你叫。什哼，么名字？你一个的声音好听吧？这家叫，听不？你叫，你叫，叫，叫，你叫，你叫，什么？什么？是好听，是是什是么？什么？神吗？那会神神呢？那会神什么？什么？名字？字字还没字，名字。名字？哎，好嘞。你叫什么名字？啊，各位等会呢，我叫金宁。你好，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0972968九六九六八。八九七六。OK，谢谢。电，电，电。电，你的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号号号码号号号码号号号号码是是多少多少多少？OK，谢谢。大家好，老师好，我叫莫清芳。我今年29岁，我1992年出生，属猴的。我的生日是10月24号。我的电话号码是0934396896。我住在越南海防，以前我在海防大学学习，我学会计系。我毕业5年了，毕业后我做过了很多工作，我卖衣服，做生日装饰，后来我做客服人员，但现在我都休息了。我是一个聪明、善良、上进心的人。嗨，大家好，老师好，我叫阮志秋怀。我住在越南海防，我1999年出生属兔的，我的生日是3月27号，我的电话号码是03427190297。以前我在海防大学学习，我学旅游系，我刚毕业，现在我是职员，我们公司做升降机。你好，老师好，你叫什么名字？我叫阮诗清平。还有一个，我叫 我叫阮，日口音就日，阮阮是是清清平。我叫阮氏清平，我叫，口红红满面的，我叫，我叫是阮氏阮氏清平，清平，我叫阮氏清平我叫阮氏清平。，OK 啦，一会儿来的，一会儿来过。你叫什么名字？那都我叫金宁，谢谢。你好。老师好，
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我的电话号码是0843713317133573517953579579。多少？你的电话号码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的电话号码电话你的电话号码是多？你的电话号码是是多少？是多少？是多少？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的电话号码是多少？是多少？